观想莲花上有白色的阿字，流出清净的性水，犹如喷泉，喷洒虚空，触诸鬼众，咽喉自开，清凉嫩子，痛到无外，离诸障难。说明啊，观想石盒上有一个莲花，莲蓬上有个阿字，就像上面一样。阿字念咒与坛子同时观想喷水池，像水喷水池喷出来啊。说实在，观想这个喷水池还不够大，我都观想台风的时候那个海浪，喷水池那么一点点，那边那跪下嘴被他夹 F， 对不对？我都观想那个大台风的时候，唰，那个大海水哦，你要看过这个电影就知道了。啊、哦，彗星撞地球一撞下去，呜、哦，那个大海水啊，对不对？但是那个海水是咸的，记得我们要不要观想海水哦？要观想甘露水哦。哦，让鬼吃到咸多多啊，该死哦，一晚困未起哦。啊，你不要观想海水，要观想甘露水，很多很多的甘露水啊、哦，哎，喷出清凉啊，甘露普遍十方，处于恶鬼道啊，众生的咽喉。开一通没有障碍，具云猛火灭无疑啊，咽喉而得开啊，猛火灭无疑，咽喉而得开，无畏得失路，无畏得失路啊，境界或饱满，无畏就是无所谓啊，不恐惧的意思。得失路就入甘露啊，得吃尽甘露啊，无没有畏惧的引入了甘露，不但解渴。还消灾解难啊，脱离恶鬼道，境界或饱满了啊。这开咽喉真言的说明，翻开十二三门野界的说明啊，印两手金刚斧，两个中指伸如针啊，这针中间那个就是发菩提心。意思就是你受菩萨戒就要发菩提心，那个中间手印呢、啊？啊啊，这个伸直的中指就是代表菩提心。一切即要咽口施食仪引随文记云这么说：如果诵戒的时候观想印中有白色的梵文啊，梵字放大光明普照所请的啊、那么一切有情。你的手印当中有这样子的泛字放光啊，越大越好啊，不要只观这观一点点而已啊。比诸有情猛光照，以及三世诸佛的戒波罗蜜一时圆满，说明无畏三藏禅要。这么说，这个陀罗尼令诵三遍，即令闻戒，其他的啊一密法也能具足一切菩萨清净的律语，诸大功德不可据说。啊、念这一次的功德啊，信息功界片法界的菩萨都来护持三门野界。所以我们说、啊、凤猛山哪里是出家人的、才可以放，或者是、我们在家居士 凤猛山功德也是很大、啊、不过记得要每天，要不然就发愿了，初一十五了、啊、在家居士至少发愿初一十五，要不然六斋日哎，送一点礼物给恶鬼，哦，送一点礼物给恶鬼，哎，好，那么底下这个第十三节的辨识真言，这个我们在安乐妙宝已经教过了，但是我们呢就简单的啊，简单的，就这样子，好吧，左手啊拿起来盘子。右手跟大拇指，右手的第三个指头跟大拇指啊这样子，右边是南普陀活现教的，左边是忏公的手印啊。这种手印，这种辨识真言的手印有两个，忏公的手印是啪弹出去，是吧？哎，那么我们南普陀活现的教授施教的是这样子，要那 Om Sambanai Sambanai Om 啊，哎，要弹出声音呢、啊。啊，不弹出声音不行呢、啊！啊，哎，你试试看啊、哦，哎，能不能弹出声音啊？伟人真正我告诉你，较大都无半声，唔知干一下说你也知，哎，出事就大无。好，哎，注意看啊，辨识真言啊，啊，中间呢，
那个莲花上面有个梵字，那个梵字啊流出种种的无量甘露法石啊，辗转一直多，像虚空界一样的啊，非常的香啊。然后啊，我们身体啊跟这个食物都没有任何的障碍，哎，都没有障碍，没有任何的障碍，叫辨识真言。好啊，跟着师父念，那念到这个三般来三般来的时候，这个要转动，这个转动都是同时观想哦，一变七，七变四十九，四十九再乘以七，就是这样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知道吗？这个三波呢，三波呢的时候，这个就是开始一直观想。哎，南无萨婆耽那依哆波罗蜜多，嗡三波呢，三波呢，吽啊，要弹啊，要出声啊，那三波呢，三波呢就是转动，就开始变识啊，变识变得很多很多的食物啊，来啊，跟着师父念啊。南无萨婆耽那依哆波罗蜜多，嗡三波呢三波呢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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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叫做辨识真言。因为我们在安乐妙法已经解释过了啊，不多说，看底下的注解。印，左手持石器，右手大中指相连，每咒诵到三波呢三波呢的时候相转，就是磨了啊。吽字啊啊，大拇指食指相弹。第二，辨识真言到结愿，左手持石器需要高过嘴部，哎，要高过嘴部啊。那么观想实际上有个梵字，哎，流出种种无量甘露法石，辗转增多啊，普遍虚空妙香啊，这个富裕啊。那么这个生物怎么样无碍，说明行者以左手请食啊，就端起来了啊。那么右手啊是结印按石上做观，我现在诵这个咒：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圣妙陀罗尼，要背起来。辨识真言就是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圣妙陀罗尼，辨识真言就是这个。加持此时，即此一时出无量时，贤妻一时啊，一就是一，非一非无量是站在空的角度。而一而无量，这个是站在事跟理的角度，一是绝对，无量是差别。那么一一出生，重重无尽，这是世事无外法界。那么一个是理法界啊，一个是空性是理法界啊。一而无量是事理事法界，是一一出生，重重无尽，就是世事无外法界啊。那么充塞的虚空周遍的法界，普济积虚啊，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辨识真言很简单。翻过来，甘露水真言也很简单，因为以前我们教过，我们今天要教到这个地方啊。还有就是从十三，记住，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一直到十八，都要在嘴唇上面，高度，它的高度一定要高过嘴部。再讲一遍，十三的辨识真言，十四的甘露水真言，十五的一字水轮真言，十六的如海真言，十七的七宝如来真言，啊，一定到十八到结愿，通通要超过嘴巴，高度通通要超过嘴巴。好，我们再来讲甘露水真言。
好，甘露水真言呢，也就是啊，这个放着啊，这个放着，放这样子，哎，放这样子，那么手就这样斜四十五度。甘露水真言就是一直观想，观想出生很多的甘露，就像大海一样，进虚空界变法界，然后那个泛字，白色的泛字啊，一直啊放光，一直出水，甘露法水遍洒虚空。那、啊、跟师父念一遍啊，还念几遍。南无娑罗婆耶，耽耽耶哆耶，耽揭耽娑罗娑罗婆耶，娑罗婆耶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耽耽耶哆，耽揭耽娑罗娑罗婆耶，娑罗婆耶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耽耽耶哆耶。南无大安娑罗娑罗婆那娑罗婆那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南无耶哆耶。南无大安娑罗娑罗婆那娑罗婆那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南无耶哆耶。南无大安娑罗娑罗婆那娑罗婆那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南无耶哆耶。安住他安娑罗娑罗婆那娑罗婆那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南无耶哆耶。安住他安娑罗娑罗婆那娑罗婆那娑罗萨婆诃。好啊，因为我们一卷录影带只有两个钟头，所以我们必须在四分钟以内结束啊。第十四页，右手结妙色身如来施甘露印，屈臂伸展五指向前啊，左手持石器，就是这个手印啊。观想石器上有一个白色的泛字，流出般若甘露法水，遍洒虚空，一切恶鬼异类鬼神普得清凉，猛火熄灭，身心啊嫩泽，离机可想，说明观想之水咒力加持，清净湛蓝，周遍法界，令诸恶鬼咽喉自开，法界众生一时皆得甘露饮食。好，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再念下去了，录影带就装不下去了。那么我想再多教一阵子以后啊，把这个手印呢教到一阵子以后啊，我们再来修整堂的，那就比较快一点啊。明天我们就可以讲完这个手印，那么就找个时间。哦、我们再来把它整堂的做以后呢，还要唱念啊心经啊都通通加进去，然后再讲课、再讲解后面的 99.9% 都不错啊，有一小少许的这个转手都没就是比较缺憾的，就是最后一个初师的时候啊，普供养真言啊，这个就错了。普供养真言啊，二十一页啊，这个不录进去就没关系了啊。这普供养真言它少一个，要变换味道。哎，普供养真言它的手印是这样子啊，后面两个手指头是伸直的啊，大拇指是压两个指头啊。但是他练的时候，嗡嘿嘿那沙波波发日那也轰，要交换啊，左手要交换右第三个指头要交换的。嗡嘿嘿啷沙婆婆发日奈哄，他这个没有写。嗡嘿嘿啷沙婆婆发日奈哄，那为什么没有写？每念一咒啊，第三个指头交换，哎，就这样交换位置。他就是这个就是啊，这本比较最不圆满的地方就是差一点点。下个礼拜来，那我们就可以请法印呢、示范啊，我们大家坐着，你念你的咒，你不要一直看法印师啊。为什么他一定要出来出时呢？你念完了不出去出时，这个鬼啊会找我的呀、啊。你今天你这样子出时不怕多次的、啊，出时不怕多次的、啊。我这样念老半天，鬼在外面一直等，我还念得比手印不不行，那朱奇那边招多起，哇，明天的马上就生病了。哦、这不行的，所以法印呢一定要代表派一个人代表出来出使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正式开始念的时候啊，
就知道很多的鬼神在外面等了。你想看整个讲堂都在放猛山，吓死人的这种力量啊，大。十四页，甘露水真言，啊，看底下的说明。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手印跟咒语，那么说明还没有讲。说右手啊，结这个妙色身如来的丝，甘露印，啊，就像上面的这个图啊，图案一样的，啊，竖臂伸展。五指向前，左手持湿气，啊，就像这个图片，哦，这个图片呢，画了相当长的时间，啊，那个手也画得很纤细，啊，也很好看，所以做这一本书啊，下的相当的苦功跟苦心，非常的用心良苦啊。底下 观想实际上有一个白色的范字啊，啊，这个叫做范字。那么画一线的意思是两个音要同时念啊。那么范文呢，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打这个木鱼啊，比如说耍哈，他就念沙波欧哦。所以真正接近的话是密宗的音，东密的或者是藏密的音比较接近真正的梵文，而我们汉字来讲没有办法表达，汉字都是用木鱼，木鱼必须把每一个字拆开来，连续的音就会错误，连续的音就会错误。所以这个我们念沙波欧那个，你在梵文呢、啊去问一个懂梵文的人，他梵文没有这种音呢、啊，就是念唰，唰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翻译成汉文啊，都是用木鱼，那必须把那每一个字分开，那把每一个字分开就不像这个咒语了。所以啊，密宗啊，他们持咒的时候啊，那都是这样子的音。都连在一起的，嗡嘛呢叭的咪吽，嗡嘛呢叭的咪吽。我曾经去密宗的道场看他们在做这个功课，他们就是这样念，嗡嘛呢叭的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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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声波念起来非常庄严啊，不是像我们台湾人念的阿摩尼叭的咪吽。念听起来就是很奇怪，人家那密宗的上师念就是非常庄严啊，那念这是金托、哦、很土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哎呀，我们在汉人汉民族啊，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梵语的因缘，除非你有特殊研究。所以这个是念梵字啊，像一字水轮真言也是这样念啊，梵字流出干。般若甘露法水遍洒虚空，一切的恶鬼异类的鬼神呢、啊，普得清凉，猛火熄灭，身心嫩泽，离机可想。说明观想这个水啊，这个咒力啊，加持啊，清净湛然。这个湛然就是如如不动，或者是解释光明。啊，妙湛总持不动真啊，手嫩阎王是稀有。这个、啊、我们来找课、啊、要念的时候啊，都念这个啊，湛然。那、啊、这个不念湛啊，念湛是身。周遍法界，令诸恶鬼咽喉自开，法界众生一时皆得甘露饮食。哎，所以做人呢、啊。饭菜端来就可以吃啊，做着鬼神呢、啊、没有办法，没有加持过的东西他看就是吃不到啊。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的、啊、海水或者是一片的甘露水，那么没有吃过咒，这鬼道看到的是一团脓血。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那也谈到啊，人类因为业识的不一样，也是的不一样，所以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哦、师父拿着这个来喝、啊、如果说、哦、旁边坐一个恶鬼说、啊、你也喝一口， 他看的是一团脓血。
人啊抽血出来，那种一团脓血腥味的，他连动都不敢动。所以我们做人的果报，哎，看到这个是水，解渴的啊，那旁边做一个恶鬼，你拿给他喝，他不敢喝，这是脓血，很臭的脓血。万法唯心所造，业力跟福报决定一切。啊，第十五就是一字水轮真言。好，把那个盘子端起来，啊，盘子端起来，盘子端起来的时候，这个一字水轮真言边念的时候啊，要往下，要往下，要往下观想这个饭字啊，啊，那上面那个饭字 啊，在右手的掌中，掌心中啊。那么这个像乳色的啊，乳白色的变八功德海啊，一切的甘露的醍醐啊啊，随这个手啊加持一七遍呢、啊，一次就七遍，七四十九，一直啊尽虚空界遍法界啊，就像这个日夜啊啊光下布满了一切 啊这个如海，一切鬼神界的饱满。啊，那么这个字怎么念呢？那我在念的时候啊，那个念的时候，这个手啊要往下压，啊，注意要看的、啊、这样子啊，要往下压啊，按弯弯弯弯弯，按翻翻翻翻翻，按翻翻翻翻翻啊，这样子哦，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子，就是说这个甘露法乳啊，一直灌啊，遍满这些虚空啊。按翻翻翻翻翻啊，不是按汪汪汪汪汪啊啊！一字水轮真言啊，接手印观想啊，翻字啊啊，按翻翻翻翻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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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翻翻。安翻翻翻翻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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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翻翻翻翻翻。好，念得很好啊！那这样子整齐划一来，大家来放猛上来就非常的整齐。诸位看底下这个印。每诵咒的时候啊，引右手临时器上方稍离，手微微的波动啊，微微的波动啊，微微的波动，哎，那么有的人只有在当也严厉，但是我们建议都是这样子，轻轻的啊，轻轻的往下啊。这是恶鬼经这么说，譬如这呢一字心水轮观真言印呢、啊。先观想这个饭子啊，于右手心中啊，犹如乳色，变为八功德海，流出一切甘露醍醐。醍醐叫做最上位，如若生疏疏疏啊，醍醐啊，这个在法华玄义里面就讲啊，我们呢这。牛身上所出来的叫做牛乳啊，乳啊在提炼的叫做是，生疏乳啊在提炼是落啊，那再来生疏啊熟疏乳落生疏熟疏在提壶啊，那么这提壶就是乳啊提炼到最上位啊，比如说《法华经》啊啊讲一实相啊，这个就是最上位的法。啊，最尊最贵啊，讲一实相的法啊，那么就引手临湿气啊，靠近这个湿气，诵此梵字一七遍，那么就展开五个手指头向下临湿气中，观想这个如观想这个如等从梵字中流出，就像这个日月如海。啊，这日月如海是什么？就像日光的色啊，或者是月光的色，哎，观想白色的也可以，观想乳白色的也可以啊，这个叫做日月如海啊。
啊，这个海的意思表示说广大的意思，要观想，不能观想一点点呢、啊。因为净虚空界，印光大师里面有讲嘛，净虚空界遍法界嘛，都有鬼神。那么都有鬼神，我们观想也应该观想很大的一个啊，一个净法界、虚空界的遍法界都有鬼神，所以你的量要大啊，否则不够吃啊，哎，不够吃啊，再来。说一切鬼等皆得饱满，无有发少，说明观想池水清凉美味，就像甘露湛然盈满，清净相洁。好，来第十六，叫做如海真言啊，如海真言。那么这个手是不动的，盖在这个初石的上面啊，手是不动的。那么观想啊，这个泛字啊，啊，这个明点，明点就上面呢、啊、那个种子字啊，那一点最上面那一点流出甘露啊，流出甘露如以柱，简单讲就是掌心呐、啊，啊，这掌心呐、啊，这就放这样子，放这样子，放这样子，掌心呢、啊、对准这个，对准这个出湿器，啊，这个出湿器呀、啊、要高过这个。啊，嘴巴啊，一般来讲的话，就如果太高不好拿，至少要胸部以上啊，不能拿到这个这底下来，那不行啊，至少要啊放在胸前，这个手啊稍微这样子，这就表示恭敬。好，端起来，啊、端起来的时候呀，要观想啊，那个饭子上面那一点呐、啊，出无尽的甘露，啊，然后念咒。现在诵念南无三曼陀摩诃那呀梵南无三曼陀摩诃那呀梵南无三曼陀摩诃那呀梵南无三曼陀摩诃那安法南无三曼陀摩诃那安法南无三曼陀摩诃那观想安法南无三曼陀摩诃那安法南无三曼陀摩诃那安法南无三曼陀摩诃那安法。好，十六页的底下说明啊，说右手临腹啊，就盖在这个石器上方啊，稍微离一点点，手不动，观想梵字啊。明点中啊，流出这个甘露，如以柱下，盈曲补柱。这么说，说上来变化种种的圣妙饮食啊，未曾融成一味。哎，因为有的是硬的，我们吃有的是吃硬的，有的吃软的。现在、啊、不一样，先用这个如海真言啊。融成一味，什么、啊、都是如甘露的法味啊，恐不均吃计，没有办法平均的、啊、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啊再念这个咒，这个咒就是融合我们前面呢啊这一字如海真言啊，那么流了很多的甘露，现在呀 啊加强使这个、啊、甘露法乳啊融成一切的物质，你所观想的融成一片，这念此咒融彼诸石啊，啊，那么皆成如海啊，普施恶鬼、普施鬼等身心饱满，受用无法，又此法时，时可知身，法能明心，又咒力、观想力、感通力。那感通三宝的慈光普照力，三力啊，圆融不可思议。这咒力就是持咒力，咒力就是佛的语言。那这是一种声波，众生呢 啊没办法了解的。哎，诸佛菩萨
诸鬼神呢自然感应的观想力，那万法唯心所造啊，我们呢业感的世界啊是充满着啊现实的物质，但是啊回归到大圣的如来藏心呢唯是一心，所以你把它观想到后来啊不离唯心所造，所以观想力等于现实的世间，现实的世间就是我们的心的想象力。简单讲，世间就是一种名，假名假象，然后一种妄想啊。但是我们成就了道业，悟到了一思相以后，这些名就是啊，那么缘起性空就是实相，哎，那么这些相啊也是一思相，一真平等的绝对，那么这个妄想就变成佛性了。那么因此啊，这个咒力，那么观想力啊，那么叫做感通三宝慈光普照力啊。为什么叫感通三宝？因为你心清净了啊，你是恶鬼是无所求。那么这三种力量圆融不可思议，就是化少为多啊，骗虚空界。哎，实际上啊只有一种人是最富有的，哎，就是说佛陀说心灵没有智慧啊是心灵最可怕的贫穷，一个人没有智慧是最贫穷的。那么简单讲，一个人呢、啊、最有智慧的人，他可以遨游内在的世界，他这样一做吃得很平凡，他也过得心胸啊像虚空啊，他们没有办法呀啊，像这个啊洋房大楼啊，只要能够遮风避雨啊，一样过得非常超然啊。为什么？他了了知一切法不可得，哎，缘起性空，一切都是福德因缘业力，他随时二六时中都在解脱的状态。那么解脱的人，他不会重视这个物质的世界，他一直重视这个心灵的升华。所以说，把物质的世界降到最低点，把精神的灵意升华到最高点，那么用智慧、用理性，那么保持一个啊物质跟精神的平衡，这个就是佛咯。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也现实，这是不二法门。那么因此、啊、我们如果那个放猛山呢、啊，我们也了解啊、那么我们跟恶鬼啊是平等一位的，跟诸佛是平等一位的，那么更应该用大悲心来救度众生，无所分别啊。底下说说明。啊，观想最新鲜的牛奶，最有滋养的牛奶妙味啊，能长养众生的身心啊。那么这个是牛奶了哈。但是有的人没有办法适应，像我就没办法了。我要观想脱脂奶粉，否则会落晒啊。我如果这个喝下牛奶，就一定会腹泻，因此啊，观想的时候还要观想一罐脱脂奶粉四个字写得很清楚的哦，摆在这边啊，这恶鬼会落晒的吃这一瓶啊，不会落晒的吃这一边啊。所以啊，这个唱功在放猛山啊，他就会去收集一些饼干店的那个sample 他就叫我一千啊去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巧克力啊饼干啊，然后我就去捡了、啊、捡啊，唱功就看一下放着，一千啊换口味啊，哦哈，换柠檬的，看柠檬的放着，观想柠檬的啊、哦、所以唱功那前面观想的图片一堆啊要换口味啊，等下用这笔后再吃巧克力，吃到会鲜啊！鬼神就感谢师父换口味，菜单换了啊！因为他不会观想，每次都观想水饺啊，师父啊观想水饺吃不下了，要换菜单。所以有时候上素菜馆呢也有好处啊，学一学，好了，底下呀，十七七宝如来经典这么说：如果有人呢，凡夫俗子，
只要一听到七宝如来，不论罪恶轻重，能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往生净土，往生极乐。只有听到哦，只有听到哦，啊，所以说做这个猛山，你只要听到这七宝如来，那就往生，就一定往生了。这是经典这样记载的。所以这个七宝如来啊，是不管什么法会啊都有送，猛山啊那更不用说啊。那么刚刚如海真言这个都要念七遍，哎，甘露水真言都要，这个都要念七遍啊，一字水轮真言也要念七遍。那再来七宝如来，那么七宝如来啊，中间啊有个离部位如来，有一二三，底下开部啊，这个一般居士就看不懂啊。这开部叫做开部走，就是初时的出家众在这个大殿呢、啊、佛前呢 啊如海真言观想完的时候啊，他又怎么样？要站起来，哎，要站起来。当念到这个第一个离的时候啊，从这个大殿的啊，那么再转身向啊这个维罗斯念第二遍呢。啊，转身向下，啊，走，啊，走到这个拜殿，啊，念第三遍的时候啊，哎、啊，到拜殿前问讯长跪，哎，所以这个离部位如来是这样，那等一下会说明，我们会说明。好，来，把里面的端起来，啊，加持印，大拇指要压。第四个指头跟第五个指头，两个指头，第二个指头，第三个指头放在这个地方啊，至少要啊胸部以上啊，不能放很低，这是一种恭敬啊。像我们以前在加持的时候啊啊，那个师父、啊、哦都端得很高，端得很高，很恭敬的送七宝如来啊，端得很高，哎。叫做齐眉，齐眉叫做吉祥啊，加持就是这样子，真正加持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啊，有的人啊，拿得那么高啊，就很累啊，我们就至少要